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因为我想可能多人还对我很陌生，就是我的名字叫宜兰的农夫嘛，大家看到外面那个牌子有写，对，很好记。然后呢，最近发了海王星这张专辑，那个女生有拿，对，那所以我就开始跑巡回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我在嘉义的第一次，对，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写的。那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我演出的话，我平常就是一个人表演，对。不过呢，如果你们已经有买过我的专辑了，就会发现专辑跟现场有很大的不同。这样，那如果还没有买过专辑，我就先在这边。先宣传一下，就是专辑真的很好听，你们可以听完我的表演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因为我们真的做很辛苦。我这张专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录它，然后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乐团参与它的编曲这样子，所以里面会有弦乐啊，会有摇滚的配置啊等等的，反正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作品。那而且它是我累积了，等于说我从19岁开始接触吉他，一直到现在的创作都在那张里面，它是一个精华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等一下听完我的音乐，然后觉得很喜欢的话，记得要带一张回家，因为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大家可以买一张 CD 回家收藏，然后它是很珍贵的东西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剩下的部分啊，大家要了解我的部分，就是听了我的歌之后就会了解了。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的自我介绍花了3分钟，哇！对啊，好，我要先开始唱第一首歌了，然后中间我们再慢慢的聊天，等其他人来这样。第一首歌叫做《独立日》。我知道，年少的我们这辈子有可能走不到。我都知道，逆着风的方向，唱的都累了。Thank you.
好，刚那首歌叫做《独立日》，它就是在讲独立的日子。说到独立齁，